前两天那小腿直接抽血了，特别疼。现在不好笑了，阿姨给我没碰到我那个，哎呀，真的，我差点发一下，我大腿不行，太痒了。我的大腿被我自己弄破了。之前我家里面人就是，你说就这样碰着我腿，我说话我都觉得痒。 See me, blackjack 21 signs. Won't you hit me? I keep betting all the time, but you bust me. 大家好，我是李娜，现在是2021年我21岁了。我的生日是1995年10月7日，家乡是六朝，江苏南京。干嘛呢？公主入睡了，美女要睡。奶奶，我太累了。
我今天做了好多工作，我困了，困了。经理，我睡觉，给我休息一会儿，我要休息，你再走吧。Moments later.我来杭州吃长沙臭豆腐了，哇哦！嗯好多人啊，本来我不想吃的，我看到一个阿姨端着一碗长沙奶泡面走过去，然后她喂了旁边的叔叔一口，我就饿了。特色小吃，极具黑色经典。